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第十二篇的信息。阿们，阿们，我们先来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好，那我们先拿出那个我们的标语诗歌，我们来享受，先享受第四节。诶，标语是。那标语是我们唱完之后，我们再从头到尾再唱一遍。好吗？我们要带到几点？我不知道。那我们再一同同声宣读一下我们的标语是：阿们。我们需要认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那完全由他自己完成的工作，以及他工作之结果的内在意义。他工作的结果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扩大，做神的居所，并永远的彰显。需要认识经过过程，三一神，那完全由他自己完成的工作，以及他工作之结果的内在意义。他工作结果表演是再一次，我们需要认识经过过程，三一神，那完全由他自己完成工作，以及他工作之结果的内在意义。对对，从头。阿们，好，我们请帮我们起个音。修行人是蒙山的人，必须认识生死的上因果里的烈火，这火该是我们里面的热。从激励成为我们侍奉的真实动力，神要我们吃消化并吸收当作食物，使它能成为我们内在所需的构成成分，并使我在生命心情构成彰显上成为神但无分离神根，必须接受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真正的信念，
我们与两身边的同伴两两选两两三三选一个标语，啊，一同导读。那待会我们在唱一次的时候，唱到我们所选择导读的这束标语，我们就站起来唱。阿门。我们导读标语四吧。好。阿门。需要经历，我们需要认识经过过程。阿门。哦，需要认识。阿门。经过过程。阿门。三一神。阿门。对，我们需要。阿门。需要认识。阿门。需要认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三一神。哎，那完全由他自己完成的工作。阿门。是吧？由你自己。阿门。是完全。阿门。哦，完全。阿门。完成的工作。对，需要认识。阿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阿门。那完全由他自己完成的工作。对，是他工作之结果的内在意义。阿门。哦，赞美你。阿门。工作结果只有意义。阿门。哦，赞美你。阿门。哦，这结果的内在意义。阿门。对哦，以前他工作是结果的内在意义。阿门。对，认识的内在意义。对。哦，工作的结果就是召会作为基督的扩大。对。做神居所并永远的彰显。他工作的结果就是召会。对。作为基督的扩大。阿门。神永远居所并永远的彰显。好，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享受一遍标语诗歌。阿门。好，那我们再享受一次标语诗歌。那唱到我们所导读的那个标语，我们就一同站起来唱。阿门。信有情人是丰盛的人。人是神圣召兵加力的烈火，这火乃是我们里面的热力、推动力、冲击力，成为我们侍奉的真实动力。怎样我们是小花瓶洗手他做事物，使他能成为我们内在所需的构成成分，并使我们在生命心情过程呈现上成为神的部分与神。身旁的弟兄们相调着唱，正宗的信念，我们的作用
怕，就有神做我们的产业，并且人龙终究合理罪和撒旦的下旨，而有真正的自由与安息。认识，好的，要认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哎，完全由他自己完成的工作，哎，要认识，阿门，经过过程，阿门，我的三一神，阿门，完全由他自己完成的工作，阿门，阿门。感谢主。那我们现在要考试，考第九篇，有请南二大区的上台，然后要弟兄姊妹注意时间。阿门。你们。感谢主。感谢主，我分享是第一大点，出手节表征做出手果子的复活基督，在他复活里乃是给我们享受的宴席。在利未记二十三这里讲到出手节，那个出手的庄稼需要送到至圣所为神所享受，而其余的则收进粮仓里面。这里表征说，庄稼里的出手之物是为着神。做神的食物，让神先享受的，然后才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与。所以，然后在基督是在逾越节是被钉十字架，然后在第三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他复活了。这里的基督的钉死跟复活，表征说他的钉死复活是蒙神悦纳，是神所喜悦的。感谢主。基督的复活是出手节的应验，哦，它是出手节的应验与实际。利未记二十三章十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庄稼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基督是第一位从死人中复活的，是复活的出手果子，这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复活之日。献给神的一捆出手之物。阿们，是这预表里出手的庄稼不是一根麦穗，乃是一根麦子。这就不仅预表复活的基督，也预表在他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的圣徒。阿们。马太二十七章五十二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马太二十七章五十三节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基督的复活的出手果子，乃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成了他身体的头。基督身体的头既已复活，我们身体也必复活。是，在那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十四节说，无论是饼还是烘的子粒，是新碎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你们才可以吃。那这边就是说，在主的复活里面呢，他复活里面，他带着这些所有的果子，
他一同的献给神，要先使神满足，然后他能够才能够作为人的供应啊，使人满足啊。感谢主，在主复活的那一天的清晨，他隐秘的先升天，那比他这个在跟着门徒公开的升天呢早了40天。感谢主啊、约翰四章说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那里。所以基督复活的新鲜，首先是要让神满足的。是我们来到第三重点哦，把猪手庄稼的一捆是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好蒙悦纳，表征基督复活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得为称义。所以基督复活乃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得为称义。那基督的死呢已经履行，并且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借着他的死呢，就可以得神称义。Amen。然后第二个小点，一个很重要的是，基督的复活呢，乃是有力的证明，他为我们的死呢，是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Amen。所以他这个复活就是证明，他为我们死是满足神的要求。Amen。我们因他的死，在神已经蒙神称义，并且我们在他这位复活者里面，已经在神面前蒙悦纳。Amen。他这位复活者呢，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出一种能够得神称义且一直蒙神悦纳的生活。Amen。出手节里，出手的果子被献给神做他的享受之后，以色列人也要吃这出手的果子。这表征复活的基督在他的新鲜里呈现给神之后，就带着他复活的一切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Amen。这就是我们对复活基督的经历。这样的复活的实际乃是基督作为是生命的灵。 Amen。 这作为是生命灵的复活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乃是持续不断的。我们要在他要在复活的新鲜里带着他复活一切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所以神与我们分享这基督出手的果子，乃是借着分赐给我们，这时我们可以取用基督所做成的一切，我们做成一个这个敞开的器皿，接受主的分赐。 Amen。 这个出手的果子呢，预表就是复活的基督是要给我们吃，做我们的享受。那基督越在他的复活里呢，带着他一切的丰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越喜乐。得胜的关键在于基督将他复活的一切丰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接触主，经历复活的基督，并且将他献上给神，然后神呢就叫将这个出手的果子与我们分享。那神与我们分享基督这出手的果子，就是要借着那分赐。所以我们的基本态度是要做一个敞开的器皿，以接受他的分赐。约翰福音6章57节，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吃主喝主就能享受基督这出手的果子。Amen。是感谢主，凡基督的所事做我们吃的份，都与他的复活有关，所以我们要享受基督按照出手节的预表，我们所享受的以及所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乃是复活的基督。赞美主。五旬节就是第五十天的节期，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从将摇祭的禾捆带给神的日子算起，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Amen。 所以五旬节就是第五十天的节期，是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第七日安息日的次日。Amen。 那这表征基督复活的七倍的丰满，达到完全丰满的范围。Amen。 是为着复活的见证，那担负完全的责任。Amen。 是从五十这个数字所表征的。Amen。 那在新约的五旬节那一天呢，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是经过过程三一神，那包罗万有是生命复活的灵，就是三一神的总和，浇灌在代表基督身体的120位的门徒的身上。阿门。是神这样的浇七神啊，他成为包罗万有是生命的灵，他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目的就是要使基督的身体得以产生。阿门。所以在那个出埃及记那里说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阿门。神啊，给
以色列百姓这么多的节庆啊，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他的子民能够与他有联合。Amen. 那今天我们天天也要守节啊，我们不用再像旧约那个时代哦，有那个时间的限制，我们可以天天时时向我们的神守节。Amen. 因为守节就是要与我们的神联合。Amen. 五旬节表征。五旬节所表征新约的信徒享受灌溉的灵，作为复活基督丰富出产的集大成。基督复活的丰富出产包括神的长子，是生命的灵，生许多儿子和神的心照。虽然教会的产生开始于基督的复活，但基督的形成乃是直到五旬节才发生的。Amen. 是在五旬节那天，那灵就是基督自己浇灌在基督的肢体上，这些肢体乃是借着他复活所产生的，教会就形成了。Amen. 那教会的形成分成两个部分，犹太的部分跟外邦的部分。是。那彼得和另外一些使徒是为着犹太信徒，而保罗是为着外邦信徒，这是基督身体形成的步骤。Amen. 再来到第三大点的祝棚节，祝棚节就是七个节期的最后一个。这祝棚节呢，就是也是表征以色列的千年国复兴的旧照，所以说这个节期表征千年国的来，所以说在这千年国就是向耶和华守节七天就是千年国，这千年国的时代就是喜乐祝福的时代，也是国度时代的享受，也是列国的享受。上面请。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里的七日表征呢，祝棚节呢是一段完整的时期，这段完整的时期将有一千年。按照这预表呢，在千年国里每天都要献祭给神，表征在我们的经历中，基督乃是神的食物，献给神使神满足，我们也可以与神彼此享受安息。感谢主收藏地的出产，要守节七日，表征收割地，收割了他在地上所渴望的得着的之后，千年国就要来临。神在他永远的计划里对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产生一般做他的彰显，这彰显要完成新耶路撒冷。哇，神用四个时代，而这四个时代呢，就是列祖的时代、律法的时代和召会时代和千年国度的时代。哦，在第四个时代呢，就是千年国度的时代。神在已过三个时代所做的，要得着完满的收成。感谢主，在千年国度里，神所救赎的人，包括召会和以色列国，都要来享受这祝棚节的节期。阿们，祝棚节就是收藏节哦，是整个庄稼都收进来的时候。这个节期表征对基督一切所事丰富完满终极的享受。我们从无酵节开始享受基督哦，继而在出熟节享受复活基督的丰富，至终就要终极的享受基督作为祝棚节。庄稼是完全收割后，犹太人就守祝棚节，敬拜神并享受他们的收成。阿门。这犹太人他守祝棚节呢，是在神所赐的美地收成的时候举行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呢，今天这美地的实际就是纳灵。阿门。是因着基督自中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所以每当我们运用我们的灵接触这位复活的赐生命、复活的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的时候呢，使我们能够活在调和的灵里，与主是一，而且我们越操练，我们就越有丰富的收成，我们就得以对基督一切琐事能够的有完满的享受，这就是做过祝棚节。Amen.
哎，祝棚节乃是最后一个节期，它是一段完整的期间，为了让神的子民啊，在神面前能够完满啊，这个满足的来享受啊这样的节期。那它也是收藏节啊，就是在这美地所有收成丰富的出产啊，这样所有的这个收藏都要成为这个叫那个节期时的啊享受和满足。但是我们啊不应该到那时候，我们现在就应该来经历并享受基督。啊，做我们祝棚节的实际，我们就能够来啊享受基督啊，做这美地的出产啊，在灵里天天啊接受他全备的供应。哈利路亚！啊，我们来到节期的末日，不应该是说节期的最大之日。阿们，基督徒啊、是没有末日的啊，阿们。好，我们简单的来复习前面啊，前面的十一篇信息。那整卷呢，利未记总共有几章啊？27章啊，它分作5个段落。第一段落是1章到7章，是说到什么？献祭的条例。啊，阿门。那8到10章说到什么？侍奉的条例啊，侍奉的条例。然后11到22章说到什么？生活的条例。23章说到什么？节期的条例。啊，然后24到27章说到其他的条例与警告。啊，阿门。那我们前两篇呢、啊，实在非常的荣耀啊，阿门。我们已经到了天上了，喜年。还记不记得喜年的定义是哪十句话？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缺无乏，无病无灾，什么都是好处啊！什么难处都没有，什么都是好处，一切应心，万事如意，逍遥自在。欢喜欢腾，感谢主啊！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50年才过一年的喜年，那整个新约时代就是什么？喜年的时代，就是狂喜的时代。我们乃是怎么样啊？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喜年。阿门。不是说我们特会在这边有有现场训练啊，走出门之后。就 say goodbye 没有啊，我们还是持续这个喜年的生活。基督乃是喜年的实际，我们享受神，享受神到极致啊极点，那就是喜年。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一再的享受，不断的享受，天天的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永分。我神我爱我的永分，你永是我一切。啊，当我们呢，真是只是啊，更多的享受足、赢得足，我们就在喜年的实际里。好，今天来到最后一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篇题。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的工作以及他工作的结果。阿门啊，3句话哈、啊，第一个是什么？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第二呢？他的工作，第三呢，他工作的结果就是做基督身体的召会哈，那、所以第一个是关于神自己，第二个是关于神所完成的工作，第三个是神工作的结果就是召会。那我们引经啊，一起来读第一跟第二节哈，你们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不可为自己立雕像或塑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置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里有三句话很重要哈，不可为自己什么制造偶像。第二呢，那第二节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谨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啊。所以呢
这两节有说到三件事。第一个，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第二呢，要谨守我的安息日；第三呢，要敬畏我的圣所。Amen。这三件事情就是说到呢，我们需要顺从神的话啊。那顺从神的话啊，那就是呢，要尊重这位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啊，他是我们独一的目标啊。除了他之外，我们不能有偶像。第二呢，我们神所完成的工作是为着我们的享受和安息。第三呢，神工作的结果就是做基督身体的召会啊，那他要成为基督的扩大啊，做神的居所啊。 Amen。 成为神的彰显啊。 Amen。 那我们呢，在这里说到呢，我们要顺从神的话。顺从神呢，就是尊重他啊，我们要认同他所示的一切和他所成就的一切。借着顺从他，我们就领受他丰盛的祝福。 Amen。 所以呢前面这个25章呢是说到禧年啊，禧年的福分啊，然后26章就说到呢这个结语这个警告的话啊，警告的话啊。前面呢讲到25章很高啊，禧年之后来到26章就是说到警告的话所以呢，就是说到禧年好不好？太好了，禧年呢就是呢我们狂喜欢腾的日子啊。那我们呢需要怎么样？需要呼喊需要吹羊角啊。 Amen。 我们要在那里宣扬禧年的福分。 Amen。 那这边呢说到所以我们兴奋之余我们要接受什么警告的话。 Amen。 那这个狂喜呢的意思就是从自己里面出来，进到调和的灵里，这就是狂喜啊。那我们需要常常呢忘我啊，需要从自己里面出来。我们要常常呢被灵充满浸透啊，我们能够经历真正的狂喜。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来接受神警告的话那若是我们呢顺从神的诫命接受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蒙福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有提到六项的蒙福哈。第一项就是26章第4节，神就要什么按时降雨。第一个福是按时降雨哈。第二个福是地必有什么丰富的出产。第三个福呢是第6节，神要赐平安，在地上啊。第四呢，就是呢要追赶仇敌那个是第7节。第五呢就是第9节的要繁衍增多第六呢就是11节的在你们中间要立我的帐幕那我们若是呢遵守顺从神的诫命我们敬畏他尊重他，我们就能够有至少有这6面的蒙福第一个呢是按时降雨，又表征呢神要赐给召会或个别的信徒，就是那个雨就是指的灵啊，那我们会被灵充满啊。第二呢，地必有丰富的出产，就说出呢我们住在美地的作为美地的基督里，享受基督的丰富，做我们的满足和稳妥啊。那这个是第二个福地必有丰富的出产，是为着我们的享受。第三呢，神要赐平安在地上，没有什么，没有惊吓，没有恶兽，没有刀剑，表征呢召会生正常的在平安的光景中，圣徒中间没有恶兽，没有斗殴的事情满了基督的平安第四呢就是要追赶仇敌5个人要什么追赶多少人？100人有20倍，然后100人要追赶多少？10000人就是100倍所以呢意思就是说神会把仇敌呢摆在交在我们的手中，表征召会要在身体的配搭里呢追赶仇敌第五个福就是要繁衍增多，表征呢召会要满了这个生产如养之福
第六呢，说到神要在百姓中间立他的帐幕，表征呢神的居所要在召会中建造起来，使神喜悦，好居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啊，阿们。所以主在在这个末了的结语的里面呢，就说到我们需要成为一般什么顺从神的人我们要能够敬畏听从神的话，我们就能够领受他丰盛的祝福愿意你我愿意召会乃是一个能够顺从神、尊重敬畏神的一般人，我们就能够蒙福。好，我们来读第一大点，立位记二十六章一至二节，说到不可制造偶像，谨守耶和华的安息日，敬畏神的圣所。我们需要认识这三点的内在意义，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的工作以及他工作的结果。阿们。那前面这三件事情，不可制造偶像，谨守耶和华的安息日，敬畏神的圣所，那它的内在的意义就是后面所说的我们要认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不可以有这个以他为独一的神。第二呢，我们要敬畏他的工作Amen， 尊重他所完成的。第三呢，我们要认识他工作的结果，就是呢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好，第二大点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不该有偶像，这表征我们不可在神之外有其他寻求的目标，免得失去我们享受神产业的地位。对，以色列人在美地，他呢能够领受神圣的产业，但是很可能会失去了，因为什么？他们果真是这样，他们为自己雕刻偶像，他们远离神那他们就为神所弃绝就被驱逐美地从美地被驱逐出去。好，那我们每一个人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必须呢以神是我们独一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有其他的，所有取代神的，所有的代替品顶替神的，那就是偶像。阿们。所以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大卫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所爱慕的盼望我们都能够，我们里面只有神自己Amen 我们需要呢除去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偶像。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偶像对，我们没有所谓外在的，我们没有所谓外在的这个外邦人的偶像，那其实我们还是有许多内在无形的偶像Amen 当然外在的偶像也是有啦Amen 这个我们有哪些偶像啊？好，先说这个该不该爱儿女要养育，要教育他们，但是无形中呢过了头了儿女就成为你的偶像，对不对一样，我们是学生要好好读书毕业之后要有一份好的工作那这个都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为着要什么多赚一点加班这个马门就无形中就成为我们的偶像还有呢，我们手中人人一手手机Amen， 手机是不是偶像？我看几乎都是对，我们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手机不离手这个很可能我们还没有打开神的话之前我们就先开机了那所以呢这个取代神顶替神那就是偶像所以这个上网或者是看韩剧，我不晓得，我没有看过韩剧韩剧真的那么好看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还有好对，你随着韩剧起舞那也就是你的偶像那还有什么有的人年轻人喜欢打电
电动玩具啊，电动玩具也就会成为你的偶像。那我们上网啊，有的人是看影片，一上去就下不来，那也就是你的偶像。总之呢，求主呢保守我们能够远离并对付一切的偶像，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我们都需要啊蒙保守，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啊。阿们啊，他是什么？主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阿们。好，那我们来读第三终点。新约启示我们的神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就是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并复活的这些过程的一位。我们常常说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经过过程就是指的三一神呢在他神圣的经纶里所经过的种种步骤，终极完成就是说这些的过程步骤呢已经完成了啊。Amen。所以第四终点一起来读一下。那灵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阿们。或者离远一点哈。阿们。好，那我们的神呢他经过了种种的过程经过了什么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时十架复活升天登宝座种种的过程那他就终极完成为什么纳灵啊纳灵小一啊一起来读一下经过过程阿们。我们都需要接受一个意象，看见纳灵就是什么三一神纳人耶稣他的人性生活他的死与复活的复和平啊，阿们。哦，主啊 ，Amen。好 ，B 啊 ，B 很重要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B。那灵是经过过程，复合包罗万有，是生命、天主、基内加强、终极完成的灵，或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终极的完成，成为他所拣选救赎。阿们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呢他用七个词来形容纳灵是怎么样的一位灵。第一个是什么？经过过程。第二复合。第三包罗万有。第四赐生命。第五内住。第六七倍加强。第七终极完成的灵。好我们常常呢都听了耳熟能详，但是呢我们要完整的说一次还不一定那么说的完全好不好？那就是呢，那还有呢，三部分人，经过过程的三部分人也是七个点。一个是什么？神所拣选、救赎、重生、更新、变化、磨成和融化，也是七个点那神经过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要成为三部分人永远的份，做我们的什么生命的供应和一切。好，我想难得用这个机会，大家两两呢把这各七个点稍微简单的导读一下Amen。一整大句呢实在是非常名贵价值连城。好，纳灵是什么？我们来一起来说，纳灵是什么？经过过程，复合，包罗万有，是生命，内住，七倍加强，终极完成的灵。好那他成为呢他说什么？拣选、救赎、重生、更新、变化、磨成、
融化之三部分人永远的份，做我们的什么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啊，太好了啊，阿们。三一神所完成的，他所达到的，所成就的啊，都要呢能够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好 ，A B C D 的 B 哈啊，主耶稣在他复活时得着荣耀，借这得荣耀，神的灵就成了什么？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阿门。其实就是四个点哈，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那神的灵成为耶稣基督的灵，乃是经过呢这四步的过程啊，阿门。好，那这个第三小点的 A 啊，也读一下。那灵是什么？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复活之过程。阿门。好，太好了。好，那终极完成的灵呢？复合的灵乃是呢？今天呢？在我们在哪里？在我们的灵里，是我们可以进入的神圣奥秘的范围啊！所以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这乃是什么？神圣奥秘的范围。Amen。这所以呢？这个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啊。这个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什么接受所应许的灵，阿们。这个所应许的那灵就是神新约经纶的福，今天呢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一个所应许的那灵啊，太好了。好，第三大点一起读一下，我们要谨守神的安息日，这表征我们该知道。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工，阿们。我们这个神工作六天，第七天安息了，他就定第七天为安息日。那他就要所有神的儿女呢都要守安息日啊。那我们人呢，人是第一天进到安息里面，然后呢再与神同工六天，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接受、重视、尊重并享受神所做成的。 Amen。 不试图为自己做什么。若是我们不守安息日，在安息日里面我们还呢有很多的打算，很多的作为，很多的忙碌，这就是亵渎神。表征呢神所做成的一切，我们好像呢还要加上一点什么这就是得罪神所以在旧约是如此，那新约更是如此那旧约的安息日是个影儿，是个预表，指向新约的什么主日啊，明白？所以呢，主日就是主的日子啊，主复活的日子啊，我们要学习把主日分别出来。阿们。旧约如何看重安息日，新约我们就要如何的看重主日。阿们啊，那这个我们若是呢，把主日能够分别出来为着主，我们能够在那里一同的聚集，一同的享受主这是我们蒙福的路。 Amen。 那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否认自己的工作，只尊重神的工作并安息在他里面。我们要神要我们停下自己的作为，被基督所顶替并且避免品尝任何基督以外的东西。 Amen。 我实在觉得说我们实在是蒙福啊。那主呢，在钉十字架之前一天晚上呢，他和门徒呢一同吃什么逾越节的筵席，吃完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同，他就呢在那里设立主的筵席设立主的桌子那这个就是为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我们实在要看重主日今天就是主日，早上我们在这里呢拨饼纪念主，我们接着吃饼喝杯我们呢吃它吃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有份于它。阿们。所以呢我们呢在那里吃饼喝杯，我们在这里呢神人一同的享受，一同的过节，
一同的得着满足。好，第三小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享受。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人类和意义，这样我们就紧密进入做复活的大门，使我们被变化，并在主殿之上翱翔，遍照每一属地的葡萄。阿门，哈利路亚，太好了。我们呢需要停下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人位和顶替。经历基督做复活的大能，我们就能够在天上翱翔，远超属地一切的阻扰。阿们。所以我们要以他做我们真安息日的安息所以呢，真正的安息日就是叫我们呢完全停下自己，我们完全的享受基督，享受基督所是所有所做所完成所达到的一切，做我们的永分。Amen。 所以我们要宝贝主啊，每周的主日我需要看重，我需要敬畏，我需要分别出来，我需要带着美地的丰富的出产一同来过节，神人在此同得满足。感谢主，终于来到最后一场了。弟兄姊妹，是松一口气呢，还是提一口气？松一口气就放松了，提一口气就准备走路啊。我想经过这么好的聚会之后，我们再一次看见你我所在的地方是蒙福的。我们呢，现在今天到的这一个，就是把利未记读完了。整本圣经66卷旧约39，新约27，很好记，不是3721，是3927那么呢旧约有5卷嘛这个创出立民生是根基，所有真理种子都在里面。创世纪讲什么？讲神创造，讲撒旦背叛，讲人堕落，讲耶和华神应许拯救。而出埃及记讲什么？讲主来拯救了，他来施拯救，帮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到旷野向他守节。守节就是过节，神喜欢我们守节。你我喜不喜欢过节啊？过节从我们是儿时的回忆是最快乐的时候，对不对呢？过节一定有放假，过节一定有吃有喝，平常吃不到的那时候都会吃到，过节一定可以跟着我哥哥到处溜达过节的印象真好。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带我们出埃及是出为奴之家，到了旷野向主守节，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好好与神同乐过节没有一个人过的，一个人过的过节叫做游子，叫做浪子，对不对呢？你会唱游子吟，你会在那里说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呐。但是你我是神家里的亲人，和神和神的家人一同过节，这就是出埃及。但开过节不光不是目标，过节的结果要产生会幕的建造，建造之后主留我们在西乃山下颁布律法和颁布这个建造的所有细节之后，就来立位祭训练我们，操练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圣别而怎么样洁净的生活，来与他匹配，然后来啊上一次这如何过这样的生活有5种计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那5种计就说出我们有多5种的需要，他全部应付了。只要我们按守在这些计物上，联合于这些计，
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取代。哈利路亚。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有资格进到这次的训练。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承接圣职，可以起来两手充满，以前是两手抓夺，所抓的后来才发觉都是粪土，都是狗食，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从前呢，让我们现在可以唱诗潇洒地说，让人伸手笼络全地呀、啊、星星月亮都给他们吧，啊，笼络一切财物，但我只要我神，我爱我的永分。真的，我们今天真看见价值观改变了。像70岁的我，现在就觉得还有什么好抓夺的？唯有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呐、啊，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产业。而我们在这里做祭司侍奉他，是根据祭坛的火，不是我大发热心，那会献上燔火。我们要天天让他的灵在我们里面眺望起来，然后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立位祭，原来实际就是希伯来书所形容的，至终主的恢复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有真正的吃，而胜过击败所有的死亡。而我们还要知道，一边吃一边知道，我们是有麻风的人，我们是啊，主细喊，那出息都太高劲了啊，那是心太高了啊。你知道我今天哥哥在这里啊，我跟哥哥啊，从小我们就两兄弟而已啊，相依为命。但是呢，哥哥啊，常常他是哥哥嘛，哥哥比较容易担责任，哥哥也比较容易啊代表错误啊。有时候他去游泳，我就旁边帮他看守衣服啊。他游泳，衣服啊看着他游完了回来，回去要学习不要讲。但是有时候漏了口风了，哥哥就挨打了，清楚吧？所以呢，他一挨打啊，我就啊学乖了。所以从小我很少被打。他常常牺牲打啊，那么呢？但是呢，有一天呢、啊，我妈妈哇，倒是啊，一针见血啊，知子莫若母啊，他竟然说啊，你哥哥的大麻风长在外面，你的大麻风长在里面，哇，我永远不会忘。虽然那时候我怎么会，我怎么想说妈妈怎么能那么厉害，讲出这么深刻的话啊？这让我一生啊50年来念念不忘啊！果然发觉我的胎沟吼，人不看的，拢伫内面呐啊！真的啊，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只有发不发作的问题。这个胎沟只有天天吃药，所以这里要看见麻风如何一再得洁净。而我们就需要主的遮罪，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是蒙拣选，成为圣别，过圣别生活，为了彰显神，过这样的生活达到圣城。啊，接着给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达到都不是我们用力的，一再提醒，从开头就叫我们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呢、自己不要做。嘿，我叫我们就学会安息日，守安息日，但是呢，我们守不住，我们都是过动儿啊，啊，到了我这么年纪的过动老人啊，总是觉得哎呀，怎么可以守啊？不能守，哪里知道你就非学习守安息日，而慢慢就发觉安息日旧约还真可怜，是外面守那些规条。我现在到以色列，我已经去8次了，马上12月要达第9次。到了周末，就是所谓礼拜六，他们还走守安息日，清楚吧？他们守安息日，哎呦，连电梯都不可以坐，连火炉都不可以开，真的好辛苦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主早就告诉我们，我是安息日的主啊！原来守安息日是享受，我们有主在安息日啊，记得掐麦穗的故事吧？啊，安息日主在就可以掐麦穗。啊，好了，不要多说。无论怎样，哎呀，到第8、第9篇不得了了，让我们看见立位记啊，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半天，充满两手充满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过节。基督徒就要会过节，
安息日是每周一次的节，所以刚刚信中说的主日啊，我们应该带着过节的灵啊，千万不要带着做礼拜的心境，那是宗教，那是疲惫啊。那有时候就是啊，哎呦，怎么一个礼拜那么快啊，又要主日了，特别现在还要申言啊，这个不要那么辛苦，你要平常天天有享受，而且享受之后把重点呢、啊、画一画，这叫做定住光。尼庸说的，当你摸着有感动，诚心的时候有感动，画一画，勾起来，写两句，定住光。到了主日礼拜六晚上，预备明天申言呢、啊，就看见我定住光啊，每天都定住两三个光，清楚吧？然后呢，当我们再把这每天再那么回顾一下，就发觉哇，这十几个光啊，其中有两三个光是影响我这个礼拜的。所以我申言的时候，我就把影响我的起来分享。记得申言的分享，感动自己的就能感动别人，光照自己的就能光照别人，供应自己的就能供应别人，翻转自己的就能翻转别人。所以啊，你就是，这是完全享受啊，主影响在我身上，让我所吃的得着帮助，我就过节。现在过节是祭司过节，怎么过的？千万不要，我从小在这里长大，15岁得救，在这里的进祠，我亲爱的刘师母还坐在这里，刘弟兄加上徐公义弟兄，把我们全家施浸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从此以后，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我那时候最常学的一句祷告，谦卑的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我们倒空自己啊，主啊，我们要空空的去，我们要饱饱的回来。就这一面说，谦卑的灵带着渴慕来接受主的话是对的，那这阿们不响、表示大家进步了，观念进步。一面说是对的啊，我们要来接受主的话，当然要倒空自己，对不对？但另外一面说呢，那时候是整个时代是不够进步，没有看见说主日聚会是过节，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我们要展览基督，所以过节的祭司要两手充满。怎么充满呢？就是那一周啊，天天在那里享受，到末了满了基督。所以呢啊，我们呢、啊、常常说台上什么呀，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有没有这句话？世人啊要演讲三分钟都很困难啊，我常常有机会讲啊，真的是蛮辛苦的。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但你我这个今天的祭司啊，台上三分钟，至少台下一周享受功啊。那个不是预备，不是啊，绞脑汁，绞到啊，伤脑筋，搞得脑抽筋。不要，你要灵敞开来吃，来真正享受。一蒙光照记下来，到了主日怎么样？两手充满。至少我不多，我、啊、什么牛羊鸽子我牵不了，我啊什么斑鸠啊鸽子大小皆可啊，我就啊来分享一点。弟兄姊妹，不得了啊，这就是祭司的服事，这就是过节啊。这过节啊已经说很多了，哇，这几个节日已经够我们享受了，这两天已经过，哇，不得了，节期到末了，50年一次喜年。这个喜年呢、啊、我们都知道，今天你我就在喜年的时代啊，主已经宣报喜年了。我很希望张明妞，我们呢、啊、要来的日子多传几篇喜年的福音、我以前传福乐人生啊，跟着李妞的脚步，福乐人生还蛮叫座的，现在我发觉那一篇落伍了。现在我们要讲一个喜年的福音啊，这是啊什么这个啊，一切应心呐、万事如意，我还不会背的啊。那10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导读到成为我们的构成，啊，会背不重要，会活才重要。好，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哇，今天我在三会所啊，我看到喜年疯狂，我想这里也一定享受了喜年的气氛。那今天下午啊，其实宣布散会啊，我看也蛮圆满的。大家在最高峰的时候散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哎，主难不想不到，主说还没有完，还要来个回马枪，还来一个最后的警告啊！但这个警告呢，这个结尾啊，弟兄们这整理得很好啊。
这一篇是必要的，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天天过喜年，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来再读一遍啊，这个总题是什么？经过三一神，他的工作以及他工作的结果。最后立位记啊没有停在喜年啊，他就说好，现在我们再来回头一下，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的神是三一神，而且在主恢复里真是宝贝，知道这位三一神已经经过了过程，经过创造的过程，经过道成肉身的过程，经过新过人生的过程，经过钉十字架，经过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但没有这些经过，还没有终极总结。所以当啊主在那里预言呢、啊，这个要得荣耀啊，要成为那灵的时候，哎，写书的约翰说怎么样？那时讲这话的时候，那灵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因为三一神还没有经过所有的过程。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有没有？有。主死了没有？主复活了没有？主成为赐生命的灵没有？他说成了，然后他死而复活，他向我们显现，说一句什么？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向我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哇，这一切都成功了。所以今天下午啊，我们的喜年最大的快乐就是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生命之灵的绿。哇，讲到这里啊，我们就疯狂了。哎呦，那你，嗯，好，没关系。那这个好，我把它处理一下啊。OK， 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啊、在这里看见，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啊。我说这么多，就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回顾一下，经过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的历史，神经过的过程，他成为创造主，他成为道成肉身的一位，等等等等啊，和他的工作，他在做工，至终他工作的结果，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刚刚我们弟兄已经啊看了很多这个经节，特别啊，我是重点的经节啊，我现在也不好重复，主要是利未记二十六章一节二节，你们有看放在前面对不对？那再把它读一下啊，二章一节二节，来，你们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好，到这里就好了。反正呢、啊，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不可以有偶像。但是啊，你说我们已经没有了，感谢赞美主啊！这昨天呢、啊，前天在搜狗小排里面呢、啊，我们亲爱的谁？那个叶山本，对，叶山本弟兄啊，哇，30分钟做了一场见证，哇，那个见证我今天早上听了以后啊，大受感动。山本我是看他长大的啊、哦，但30分钟啊，竟然做出这么经典的见证。我建议大家，我们身为三重根呐、啊，啊，他在三重长大的，我告诉你，那个见证真好，我听了，我泪流啊，这受感流泪啊，真的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得着我们，原来是拜偶像的，他们全家都是拜拜的，而且都是一贯道的，对不对呢？啊，而且他爸爸还会打坐这闲嘛，而且还会啊，魂游向外，灵魂出窍。啊！但是后来竟然他们全家得救等等的故事，哇！听来啊，虽然我是老故事，但是听起来却是那样的震撼啊！感谢主，他们就是离弃了偶像，弟兄姊妹，这不是小事。以前我们家也是拜偶像的啊，整齐的，你们都听的不要听了，还印度原装进口一部分，对不对？但是妈妈的智慧，一个祷告，驾行千里来迎奔，啊那给你买来啊！好，我们今天没有偶像了，但是没有偶像是没有外面物质的偶像。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心目中的偶像啊？哎呀，那个那么有钱呐、啊，我像他就好了。偶像，阿们吧。哎呦，他开那个车啊，我怎么还开挡公阿车啊？偶像，弟兄姊妹，哎，有时候不知不觉啊，我们表现好一点，也变成别人的偶像。对不对呢？我在中国大陆有好多弟兄姊妹从小听我的信息啊，所以看到我，哎呦，广弟，我们要跟你拍照，
哎呀，真是真不好意思，不拍伤他的心，拍呀，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有一次啊，竟然啊，我就讲过很多次啊，在美国竟然有一些弟兄姊妹看到光天，我们跟你拍照，因为都是20年前就认识我的，我说好啊，然后就拍了，拍的时候他讲话了，他说我说好，我旁边找一个弟兄啊，来帮忙拍，我就找这个弟兄，我不认识路人甲弟兄，我说弟兄帮我们拍一下，好，他拍过程中他们讲话，光天你知道吗？你是我们从小的偶像，我们是你的粉丝，哇，我一听到这句话很敏感。我想以后听这句话，我7倍加强敏感啊！那时候敏感，我有人家不能扫人家的兴啊！我当时啊是很软性的说：“弟兄啊，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有一首诗歌，你知道吗？刚刚弟兄唱了啊，说了，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怎么样？摔碎众偶像，且欢然加冠。你不要害我被摔碎好吗？你把我当偶像，我会被摔碎耶！”幽默之中想不到这是我的真心话，当然他们笑一笑啊，就是我想他们学功课。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是，那位旁边那位帮我拍照的，原来是个名记者，我都不认识他，所以他拍完照以后啊，他们都走开了，他就走过来，光弟兄，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我在 YouTube 上看过你很多信息，我是他给我名片，我哦一看不得了啊。长话短说，但是你刚刚的 conversation， 刚刚你的对话让我很得共应啊。你说要摔碎众偶像，后来我变成好朋友啊我长话短说，我跟他现在变成真的很好的朋友，很有影响力的啊。他带了好多记者来台湾访问，我带他们去玩，而且他带我去白宫，不是白宫，这个什么华盛顿这个议会啊，国会啊，他有他的牌子啊，可以横行无阻啊。讲这个干什么？不是偶像啊，我们在这看见呐、啊，我们真是有主的人啊。哎呀，我不能多说哈，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干净。我们不要心中有偶像，我们心中只有独一的真神。我们说我们要爱他。你看，在末了最重要的时刻，竟然提醒我们小心，不要制造偶像。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这样信主，这样爱主，这样起来写圣经启示，竟然末了离弃神拜偶像，所以这个是前车之鉴。你我不要以为我们会比他们高明，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有任何心中的偶像。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守安息日又来了，怎么安息日那么重要？哦，你就不知道神的心有多么甜美。他说：“你根本不要自作主张了，不要再出劳力了，你是越帮越忙啊！你守安息日好不好？你认识我是安息日的主，你就跟我一起就好了。我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安息日主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为什么你基督徒啊做个民亲戚呢？为什么你基督徒做的那么疲惫的样子呢？那么不阳光呢？应该是神采飞扬，应该是神气活现，你怎么是呆什么啊？这个天天呐、啊、暗淡无光呢？这就是没有安息日啊！要谨守安息日，然后最后哦要敬畏他的圣所。换句话说，他接着说：“我是耶和华。”就我们看起来不重，主啊，那光他们摘啊了，我都知道你们那个楼梯啊了。哦，千万不要这样讲。主说：“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动不动我们又自己还是靠自己安全，对不对？我们不敢信托他。我们要知道这里三个重点：第一，怎么样？不制造偶像，阿们吧；也不要成为偶像，不要要想发想什么出名。”哎呀，出名小心，你红了小心红了发紫，紫了就发死，是吧？紫了发黑，黑了发死，死了发冷。我们真是要求主让我们摔碎众偶像，我们也没有想做成偶像的梦，我们只愿意主的名被高举，然后我们享受安息，这是秘诀，一定要为安息。然后最后呢，我们还要知道工作的结果。好，我现在快快接下去。刚刚弟兄已经到第三点的第三中第三小点啊，第一中点第三小点，他说我们需要学习接受、尊重啊，尊重、重视、享受他所做成的，而不试图为自己做什么啊。然后呢，他说啊，享受那追求不尽是基督的路，乃是以他作为我们真安息日的安息。
啊，与他是一，生命仍未顶替，我们就可以遨游在啊天上，就好像进747坐飞机啊，那个 UA 常常喜欢讲一句话 ，relax and enjoy 啊，放松和享受。那你我进到属天的747，只不放松不享受，还自己抓紧紧。有位弟兄是以前很有钱，还没信主，他搭飞机都是 first class， 但是呢，他坐飞机的时候啊，两手抓紧紧呐，哎呀，都飞13个小时，他抓13个小时，不抓就怕从飞机掉下来，就这么紧张。等到信主以后才知道安息呀、啊，信托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灵的服事也是抓紧紧，紧张的要命，要我们伸延3分钟哦，没加没困的呀，啊，这都是学习啊，不够安息。第二重点，一起，我们需要知道三一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并且高度尊重父子灵那灵的工作。这里啊，英文你是 highly regard 啊，高度的尊重，什么意思？这二重点啊，不得了，这个是最长的纲要。二重点是讲什么？知道？讲三一神呐、啊，所有的工作列表给你看。那列表太多，都在新约总论里面。总共这应该多少点？你知道吗？总共啊，父做工列了61点，子97点，灵103点，在啊这个新约总论里面，总数是261点。但是弟兄呢，在这做纲要啊，简化啊。都是父只列12点，子列12点，灵呢103点缩成10点啊，你又知道这就是神所做的最重要的点啊。简单的划过，第一，父工作的包括什么？包括第一，创世以前拣选我们，父啊就在创世以前，那以前我们爱无限。第二，预定信徒得儿子的名分。第三呢，拆了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第四呢，哦，来地上，主来做工，子来，父跟着来，子做工，父也做工，阿们吧。第四，在子里经过死，这位神三一神经过死，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呼召等等等等，你去练吧，练不完，你只要阿们啊。等到回头享受的时候，看见这一切都主的主宰。J 说到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也都父神许可的。没有父的许可，麻雀不会掉一只下来；没有父的许可，头发一根不会掉下来；没有父的许可，也不会变白、变黑、变白。阿们吧。我最近头发突然间白很多，哎呀，还怪什么怪？耶稣是主啊！所以啊，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第二，基督工作包括什么？不得了了啊！把神带到人里面，叫神人成为义，服侍我们等等。我想不要读了，时间已经到了啊！你慢慢读，你读，你想多读，还有啊，另外的97项哎啊，真的看见主的工作。点点都值得我们说阿们。那您的工作叫我们知罪自得，叫我们得重生，得供应，圣别我们，变化我们，高摩我们啊，等等等等，阿们。好，最后，所以你我不知道最后这一篇不要小看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不要有偶像，这个我们要很清楚说，主，我不要成为偶像，我也不要封偶像，我有独一的神是我独一爱的对象。第二，我不要再自己挣扎努力，因为你都完成了，刚工作表都排给我了，这一些今天我只要照单全收啊，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啊，主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难道呼求还不够吗？够丰富，应付一切的需要。第四大点，一起，这是第三点了，敬畏神的圣所。来，我们需要神的圣所，这表征我们该对神在那座他居所具体化身并彰显的基督里，并在那是基督的扩大做神居所并永远彰显的教会里所事并所完成的一切有所敬畏。简单的说，刚刚说神是我们独一爱的对象，敬畏的对象，
第二，神已经完成三一神所有的工作，父子灵都参与完成了这个工作，成为那灵。那现在呢，目的是圣灵的分赐，三一神的分赐，为了产生召会，产生身体，而召会身体就是他今天的圣所，今天他属灵的居所，阿们吧。那对这个居所，我们就应该带着一种敬畏啊，带着一种尊敬，这是就是崇敬、尊敬啊，而且敬畏啊，带这个神的圣所，圣所约过所约柜所在的地方，圣所是朝见神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说敬畏我的圣所，也就是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位。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乃是倘若他单言，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大哉敬虔的奥秘等等。好，第一重点，首先怎么样？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并他那使我们安得安息的工作，接着是他工作的结果，那就是那做基督的彰显与扩大的召会。啊，那么第二重点说什么？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其他民。这一点我们知道，就是旧约所说的，就是今天第一点出埃及，在那建造地上的居所。到了第二小点，第二小点说利未记那里所说的圣所，事实上就是基督里面的居所，就是今天的召会。阿们吧。来，第三重点，召会乃是神的家，召会是神的居所。所以啊，在这个家中我们不应该随便，所以来聚会弟兄特别提起，连迟到，哎，我们跟呢一个重要人物约会不敢迟到，但是有时候我们聚会好像应该可以迟到，因为怎么样？因为家风如此。但愿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起敬畏的心，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我们呢，就不约而同，默契一样，就是什么呢？越近的越晚到，越远的越早到，住五谷的好早就来了。啊，住三重的比较晚一点，住隔壁的最晚到了，是听到诗歌才进来。不过若是我们真正慢慢看见我们的神，我们敬畏他，我们爱，我们敬畏他的居所，我想我们就应该啊做起领头作用。我们呢在四位所做弟兄姊妹家住二十几个人，我姊妹啊陪他们诚心，陪他们享受最近这些年呢、啊、哇，突然间真的改变气氛啊，这个主日啊他们都是带头十分钟以前到，而且前一天晚上我们都不要弟兄姊妹来发动整洁，所有弟兄姊妹之家全楼整洁，啊，我每次看了非常感动，啊，所以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对圣所有感觉。我们若是对聚会知道是神的圣所啊，聚会是主从同在的地方，我们穿着也不敢随便，阿们吧。我还记得我到菲律宾去服侍了一段时间，十几年常去。那时候有一天呢、啊，我被带去参观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叫 Ecclesia ni Christos， 那个李庸很熟悉的团体，他的真理来讲算异端，但他的规矩来讲也守得很好。所以啊，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哇，穿着你知道菲律宾装啊，不，菲律宾在那里那么热，穿着都比较轻松的。但是只有那个团体，那个团体在整个菲律宾呢、啊，他们还称作 local church， 也叫地方教会啊。那个地方几百万人，而且他们的会场啊，你会惊讶，到了他们会场整整齐齐，一进去花木扶疏，哎呀，这个规规矩矩，而且最了不起的，所有来赴会的都是礼服装，礼服装都是啊，哦，这个整整齐齐的，哎呀，那我去了看呆了，而且啊。不止这样，聚会的时候他们不讲阿们，他叫 obo
Obo 就是是的啊 ，Obo 哇，好整齐。最后散会才叫你叹为观止。我们慢慢散会，唱诗歌的时候，最后一排站起来，左右两边转走出去，第二排再站起来走出去。哦，我看呆了。回来啊，那时候李宗在台湾，我就回来就跟李宗讲，李宗啊，我这次去参观了你以前提过的 Ecclesia and Christos， 不得了啊，叹为观止，穿着整齐，哇，这井井有条。李宗说。哎呀，说到这个，我心就觉得痛啊！我们的聚会啊，拖鞋也来了，什么大赤膊的也来了。哎呦，这真的是啊！然后说今天晚上，那天啊是台北的长老聚会，今天晚上你在长老聚会里后面起来讲一点话啊，把那个故事讲给他们听。我就起来讲，讲完之后李庸又加码，他说巴不得我啊，定下规矩啊，我穿衣服要怎么穿，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做。因为还是留给赐生命的灵，灵来规律我们，对不对呢？那位啊，西皮不是带着毯子就来了吗？打赤脚就来了吗？他也没有改正他，借着生命的供应，至终这位大胡子的 Big Joe 后来就把胡子刮掉啊，穿西装来聚会，全体不认得他。后来发觉他就是那个最臭最脏的 Big Joe， 后来在十字站服侍到他安息主怀。啊，改变很大。李庸啊，全体都说我们忍耐他有够久了，但是生命的绿能改变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若看见圣所是召会的，是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尊重他。第三重点，数第三来，召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所以呢，召会做神的家，我想我们就跳过去啊，这些啊讲不完，讲不尽。最后第五大点，来看见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独抓的工作以及他工作的结果的印象，将会让我们构成顺从者，接受神的祝福。最后我们享受那么多信息之后，他说偶像要小心，安息要学会，不要坐立不安，要安息，然后呢要尊重他的圣所，最后呢这样顺从服侍的，顺从执行的就要蒙福。最后再盖个章说这样实行就会蒙福。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就要有蒙福的态度，相信这些话会成为我们的供应。不要以为最后这些话很简单，很简单却很重要。我们不要有偶像，远离偶像，阿们吧。啊，我们怎么样？不止没有偶像，还怎么样？守住安息，享受他对我们的供应。最终，我们还能够真正尊重圣所。我们来到聚会中，要考虑要做榜样。最后，这样顺服实行的，必要蒙福。愿主祝福我们。哦，还有我表弟要加油。对不起，用了你的时间。每一次我来他就被我拖下水，不能讲拖下水，拖上台啊！感谢主。我们进入到第十二篇，我们再把标题念一次，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的工作以及他工作的结果。我们要注意到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的第一节，你们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还有第二节说到，你们要谨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圣所。这就讲到第一大点的那个三个重点，不可制造偶像，要谨守耶和华安息日，还有第三，敬畏神的圣所。这三点的内在意义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的工作以及他工作的结果。你们在第一大点里面讲到说，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在圣神以外我们不可有任何所贪求的东西，任何顶替神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真神是生命的活神，那么偶像就是虚空之物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三一神乃是经过种种过程，他经过的步骤而完成。那我们刚刚弟兄讲到说，纳灵的过程有哪些？是复活、包罗万有、赐生命、内住、七倍加强、终极完成的灵，做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成为他所拣选、救赎、重生、
更新、变化、磨成、融化并融化之三部分，永远的份，做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你们最终讲到三一神经过过程的步骤和他的完成，他的本质是不变的。你们，他是死而复活的那一位，终极完成，成为那灵。那灵就是这位神人二性的调和，那灵就是所经历的过程，那灵就是终极完成。你们这边讲到说，要守什么叫守安息日呢？就是尊重神所做成的。第一，我们要否认我们自己的工作，停下自己的努力，享受他做我们的真安息。你们，然后父子灵的工作有哪些？我们就已经接下去。好，那我分享最后的两点。好，那关于这个说到我们要谨守神的安息日，那我觉得在这边有件事很重要，是我们看见三一神已经完成了一切了。好，但我觉得刚刚很特别，哇，原来的父子你为我们完成的事情261个，如果把这261个讲完，这个整个总结都没有时间，时间都不够用了。但是我简单，我是觉得抓到一个秘诀，就是说我们要接受神所为我们完成的一切。其实想到过去一些故事，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这个教官他都对我们住在大学弟兄姊妹之家，弟兄姊妹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佩服。他说：“哇塞，天天我们在里面，每天都要灵修啊，很辛苦啊。”哎，奇怪，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我没有这种感觉啊。哦，因为里面我们抓到一个秘诀，因为我们来是在这里面，我们来是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接受他做我们的顶替。哎，奇怪，我在其中，我觉得我很享受啊。可是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觉得哇，你们好厉害，好辛苦啊！没想到说，我以前这个在刚才服侍的时候，爸妈妈看说，哎，怎么天天跑教会、跑聚会啊？那弟兄姊妹，所以你们的邻居是不是看到你们天天来跑教会，也很佩服你们啊？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乃是享受真正的安息，因为乃是神在那边在我们身上做个经过。当然，我也曾经经过那种过程，服侍到觉得哇，怎么天天跑教会，好想休息一下，好想跟张平弟兄请假、啊。这个老师，我们没有看见神是做我们真正的安息。我觉得这个过，我觉得后来过这个关，简单说，我是就是来享受神的话。以前都是这个诚心圣言读不太懂，后来花很多时间进入的时候，发现原来它里面的丰富这么的多。哦，就是这个供应呢，让我能够来继续来服侍。所以说真正的安息不是说主啊啊好累了我要请假，不是。乃是说我们要更多来享受这位人奇妙的人位，那我们就能经历这个真正的安息。哦，特别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享受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你觉得劳苦担重担，我们西主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个秘诀乃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敞开，让他来经过。那另外最后三次说到说这个安息最后结果，我们需要来敬畏神的圣所。好，那我这边是讲两个。第一个圣所，就是他就是讲到是第一个是讲到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第二个他也是讲到这个基督的扩大就是召会。那在我们这边享受在这边享应用上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享受神的我们需要来到这个是我们来敬畏神的居所。我觉得再讲一下已过，我觉得在这个聚会的事情我也很有感觉。已过，这学期啊，我们在学生区有个突破，就是弟兄们终于穿西装啊，不是西装，打领带，穿白色衬衫，啊，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指说，我们在服事的思考的时候，想说主啊，这些弟兄们穿着这么随便，然后就聚会玩，我姗姗来迟，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服事的寻求的过程中，就是寻求说原因是什么？原来后来发现到，其实这个年纪。弟兄会帮自己买衣服根本不多，是帮他们稍微准备了几个领带啊，帮他们预备衣服之后，聚会就非常的整齐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那个弟兄们那个在聚会的感觉啊，就非怎么说，那个整个聚会的感觉就加强了。就我觉得就稍微尝到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聚会中就想到享受到神的祝福。弟兄姊妹，稍微我们在这聚会的感觉，我们稍微紧一点啊，稍微这个尊重这个神的居所啊，感觉就不一样了。阿门。末了稍微留几分钟啊，我们介绍一下张金正
夫妇啊，还有孝琳姊妹啊，他们是从美国佛罗里达的天帕啊来啊，好不容易来哈，感谢主。别坐啊，别坐，上来讲两句话，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难得有分享一下，我们他参加了好几场，到十一会所，到三会所，到一会所，今天又到我们三九区。好，感谢主，好，非常喜乐能够到三重和弟兄姊妹一同相调，啊，今天是最后一篇，啊，那么我们总共经过了十二篇，我的感觉呢，就是一句话，利未记说什么呢？就是基督是一切，大家可不可以帮我一起说一下？基督是一切，基督为什么是一切呢？基督是那些蒙在我们这些蒙救赎之人，基督是一切。并且呢，是在我们的交通，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中做我们的一切，啊，所以刚才啊，我们的弟兄已经交通了整个十二篇的这个 review 啊，我就不愿意多说了。但最后这一篇呢，我觉得我的感觉呢，我是觉得啊，很简单，我们要记得啊，三个不可，两个要就可以了。三个不可，两个要是什么呢？第一个，不可造偶像。第二个，不可立偶像。第三个，不可拜偶像。哎，有人拜偶像啊，就一定有人立偶像；有人立偶像啊，就一定有什么造偶像。所以我们不造，我们不立，我们也不拜偶像，这样我们就过一个没有偶像的生活。那么这样子没有偶像的生活呢，我们就能够来守安息日，我们就能够来过节期，我们也就能够来过喜年，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圣别洁净喜乐的基督徒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三个不可，不可造，不可立，不可拜偶像。两个要，第一个要守安息日，一切事都是神为我们预备好点，是不是啊？啊，神啊，工作了以后，神啊就安息了。可是神要我们呢，先安息再工作，所以啊，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守安息日。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来劳苦重担的都可以到我们主这里来，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真安息。啊，因着我们守安息日，另外一个要，我们要敬畏圣所。当我们来到啊神的家中，大哉敬虔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的所思，我们的所想，我们的所做，我们的所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这一切所做成的都是那个三一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最好最荣耀的一个结果。感谢主，我们居然能够有份。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是他的合伙人，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的聚会啊，实在是一个享受的聚会。我们就说啊，今天实在是个同乐会啊，神人同乐，感谢主。但是啊，为了能够啊，让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的工作和他的工作的结果，我们要需要记得三个不可，两个要，不可造偶像，不可立偶像，不可拜偶像。两个要什么？要守安息日，要对神的家，对神的圣所敬畏的心。 Amen。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呢，每年回来台湾也去大陆啊，看望照顾以前戴德救的人，而且都是很高阶的，很好的。那他每次来台湾都住在我们那里啊，而且我们都会请他有一点特会。像要来礼拜二还有一场，讲到什么呢？讲到川普和什么？川普总统和圣经中的预言。和圣经中的预言，你知道这是 Ron Candace 也提了啊，他说有人送给他一个钱，耶路撒冷来的铜币钱币啊，那也有人送我同一个啊，我知道那上面有两个铜像，一个叫做古列王，一个就是川普啊。怎么川普也能登上这个呢？因为川普很啊，哎，做了一件在美国总统不敢做，22年不敢做的，就是把啊手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这跟主的预言有关啊，很有意思。不过礼拜二祷告聚会不要缺席啊，事后过几天上网就可以看到，已经讲过一次啊，美国历届总统
和啊和圣经预言的关系啊，这一次呢专指他啊，做参考非常有味道啊。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周六哈，我们还是会有什么录影训练，我们是周六早上7:30到8:30，前40分钟我们是看录影，后面20分钟我们有声演操练，阿们。那我们这12篇的现场训练好不好啊？太好了，我们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不要忘记啊，弟兄们的啊，这个在美国现场的交通，那是什么原汁原味。阿门。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还是能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来的，我们尽量能够来参加。当然，我们每一次我们也安排一个区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有深研的操练。那我们要来的周六是请大同区，我们要有一位弟兄，我们反正一位圣徒是开头的鸟瞰3分钟，然后周一到周六每位2分钟，然后还有末了的这个总结3分钟哈。那所以我们深研操练20分钟。好，我们盼望呢我们大家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总感觉没报告。好，感谢主，我们就散会。谢谢。